们现场就有东城卫这个团体，那最近他们有出片了。这个如果有看过河豚，你有看过吗？终极系列有。那今天来的四位你都认得喽？认得。好，让我们来欢迎东城卫四位。张姐好。好，你们的名字都一个字的，对不对？对，比较好记。好记吗？蛮好记的，蛮特别的。没有人会取这个字啊。对，大概只有我。有种不吉利的感觉。有点非常不吉利。好，这个团长是修，对不对？对。修是什么呢？在你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字其实是肉条的意思。肉条的意思。张信哲看得懂吗？现在的歌手名字都怪怪的哈，对不对？好，今天还有两小无猜坐在那，一个是杨小迪，一个是郝邵文，待会啊就知道这个他们两位。好，来，哇，他们鞋子还各分颜色。来，先选个小朋友。熊啊，那是河豚啊。靠你了。Yes.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四个人当中有没有功课好的在学校？好像没有，应该是我吧？应该他比较算好一点。你哦，应该你功课比较好。好。五年级的健康与体育，好厉害！来，为什么你会那个？时间题，选择题。悠悠是铅球预赛中推最远的选手，他在决赛时会被安排在第几位试推？一第一位，二第二位。三最后一位，第几位？走！一定对。好，觉得他会对吗？因为他不对，他就下去了。啊？其他两个人也没用，下去吗？你真的知道吗？是，我真的知道。郝邵文，你知道吗？我也是觉得。我有一个推测的答案。推测的答案是什么？要告诉你吗？他已经讲了，他现在已经确定了就可以讲了。哦，我觉得照理讲应该也是三啦。照理讲应该是三，那不是推测就是确定呢？小黎呢？他是我的情人嘛，那他说三我就说三好了。哎，情人那么听话的，这是小时候的情呢，大人大的时候就不认账了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是不是最后一位？好厉害哦！真的，我们帮你过一关呢。我既然是学机械，那就自然好了。自然，物理化学，物理生活科技来。欢迎收看小学堂水蛇腰大赛，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参赛者松松。可厉害了，今天的冠军一定是我。什么水蛇腰吗？蟒蛇腰吧。选择题，为什么蟒蛇可以吞下比自己个头还大的猎物？一，毒液能软化猎物骨头。二，先压断猎物全身骨头。三，下巴可以和头骨分开，是什么？这个我真的会，你真的会。我在家里面常常在看，就是国家地理频道或是。对，好，什么？然后我就打了。打，交给我吗？可以，交给你。应该是三。三。哎，确定。下巴可以跟头骨分开，就是下巴跟头骨分开。2，先压断猎物全身的骨头，再吞进去。因为蟒蛇都是把那些全部卷在一起，它就是可以惯性脱臼。
他就是可以这样。惯性脱臼。他可以，他可以让他出来，然后他会自己再卡回去。他再卡回去。边边他那个肌肉收缩可以把，就是这样。对，把它卡回去。好棒哦，我们不需要人大脑。真的会。有一集真的是介绍大蟒蛇。介绍大蟒蛇。我知道这个答案的原因还，我觉得还蛮妙的，因为我在看一个卡通。叫火影忍者，他里面有一个角色是蛇。你我们的人生不要真的都以卡通为主，好不好？好，哎，看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确定答案。下巴跟头骨分开。蛇类头部的上下颌关节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它是可以暂时分离的。下颌骨的左右两侧也可以分离，因此蛇的嘴巴可以撑开张大，这样它才有办法吞下比自己嘴巴还要大的猎物。因此这里的答案是下巴和头部可以分开。好，再选一个小朋友。那我选，哎，什么？一年级生活哦，一年级生活，一年级生活，好。哎，时间题，选择题，卡通加菲猫的主人老姜，其职业为下列何者？一兽医，二宅男，三漫画家。小姐，小姐，好，不能，不要来。小姐，好。哎，这个王子，等一下，阿哲知道吗？我印象中一样是漫画家。漫画家，对。就是漫画家，因为那个年代宅男应该还没有那么盛行，他应该会差一点。对，那个年代宅男还没有那么盛行。对，是。说的也是。好，小明，我们看答案是不是？果然是漫画家。小明命中了。从简单的三年级的艺术与人文，三年级的艺术与人文，来选择题。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名字叫阿玛迪斯，意思是什么？一神之手，二神之选，三神之爱。好，神之手，神之选，神之爱。阿玛迪斯的意思是什么？音乐人，快，音乐人，不要逞强，用卡，用心，用卡。知道吗？那不知道。用卡。对。好人。好人卡，这个我想，张庆哲知道吗？好，邵文先生。结果是。根据您的测看法。基本上阿玛迪斯这个我在网络上面有时候会听到，对，那其中应该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很响亮，所以呢一二三里面神之手最响亮。莫扎特的音乐才能让全世界都无法忘记他的名字，究竟他的名字跟上帝有什么关联呢？我现在就用卡会不会太过分？不会，每一个人都比你早用。哈，救我！救命啊！当然求救啊！当然求救！就是立刻，就是你知道吗？同学卡就要来了。Coming soon。应该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很响亮。所以呢？一二三里面，神之手最响亮。哇！你就是用这样子来答题的。对。其实他出生的时候还不晓得他怎么会弹，在取名字的时候啊，在取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怎么会弹，对不对？对，我觉得是爱，神之爱，神之爱感觉还蛮，对啊，蛮有力量。好，小学真的有这个题目？小明，你知道吗？你真的知道？来，答案是。小明，
人小明。其实张信哲开始那个怀疑是神之手，的确，因为他这开始还不知道嘛，对不对？伸出来神之爱，很大的名字，来再选一位，啊，你们来选。小西瓜。小西瓜。你哪里人？我是台北人。台北，你这样刚讲小西瓜的音也很奇怪，小西瓜，好像小西瓜，小丝瓜。还有一张卡，来。乡土怎么样？乡土啊，借二年级乡土。二年级乡土。你有这么乡土？我没有，我是开二年级。问答题，台湾俚语。苗啊丢草涛是形容一个人怎么样？苗啊草你们看三位台语谁比较好？涛，你这个怎么念？苗啊丢草涛。苗啊丢草涛。苗啊丢草涛。丢草涛。对不对？苗啊丢草涛。苗啊丢草涛。形容一个人怎么样？五、四、三、二。团结卡啊！那这个台语我们本身就已经不会念，就不会念了哈。我们念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人教，还没有教哈。来，妙仔招贼偷，是形容一个人怎么样？失神呐！失神？庙里的那个神被招贼偷了，不就失神了吗？哦，这个真的，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不对？没有，失神。什么社会综合活动数学好不好？选数学好了。选数学。赞。那边有计算纸吗？有，我们都准备好了。有的是有计算纸，装不出来。有计算纸，有笔。只好画五指。只要有脑袋就可以。好，完了，算一下。對，我们都对数学是没有脑袋的。No。来看题目。哇！问答题。完了啦。同一件工程，甲需50天完工，乙需75天完工。现在甲乙两人合作做这个工程，中途乙因为有事休息若干天，因此两人共花了40天才完工。请问乙休息几天？哇！小西瓜已经算出来了，你要快哦！小西瓜算出来了，娃娃还没有，对不对？小西瓜，算出来了没有？算出来了，小明算出来了没有？算出来了。算出来了，布丁算出来了。算出来了，娃娃完蛋了，你都算出来了，所以应该很简单。好，其实很简单，对不对？但就是不会。其实很简单，等一下，我们不要吵，再给他几分钟，我再给你十。九，哇，八，七，你会吗？冷静，你算出来了，好像我都算出来了。六，五，四，三，两个半，一，就说一个数字好了。说一个，休息几天啊？休息几天？不要说一个超过40的数字。不会。几天？说吧。说吧。心算，对不对？对。说吧，冥想的先生。就差一个8天好了。8天，你确定？8天。应该有数据。你来跟冥想先生切磋一下，好，我来教我们解释一下，老师。对，是甲呢，他50天可以做完这个工程，50分之1吗？对，所以他一天可以做整个工程50分之1。然后乙呢是75天做完，所以他一天可以做整个工程的75分之1。
然后假做了40天嘛，他完全没休息，所以他做了整个工程的1/4。我懂了。然后乙呢只做了1/5，然后1/5除以75/1等于15，他做了15天，所以他休息25天。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哎，哇，这样够分吗？没问题，很好了，很好了。其实这里面有一些也是不是我们打的。不能这样讲啊，因为这个啊，这个团成立不容易啊，听说你们这个很辛苦啊。叫不无小补，对对是。哎、欸，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那个，我们8月3号已经发了我们的，发了对对对，发片对不对？然后9月25号有烤肉啊，疯狂烤肉，对，疯狂烤肉，疯狂小朋友要来可以一起来啊，秋趴什么？真的吗？对，對對我们随 CD 有附赠一个 Golden Ticket， 就是随机的，你要抽到才可以来，面对面的见面啊，谢谢，谢谢小朋友，谢谢小西瓜。从童星开始，这个在演艺圈，一个就是郝邵文，一个接下来就要来的小黎，还有一个就是本人张小叶。哎，你们没有看过我童星的时候，我可是有看过他们童星的时候。好，我们欢迎杨小黎。长大了，来来来，请到这边。其实呢，今天我们有一张照片是很有纪念性的哈。这一张照片呢，是这个我在访问朱导演，然后你来了，对不对？对对，那时候我好感谢小燕姐，因为其实是因为小燕姐介绍我给朱导，所以我才有机会后来开始拍电影。拍电影，然后就认识了郝邵文，所以这张照片呢。哇，就更这个，你看有纪念性啊，这就是郝邵文，就是小黎，这当中是我。哎，我们现在再来拍一张吧。哇，太棒了！来，可是我今天这两张照片就想要送给小燕姐，因为我真的很感恩。啊，没，来，我们在镜头前面这样。那今天有红包吗？今天没有红包，来，像不像？好，可以了，哇，好棒哦，哇，你们一下就长这么快哈。对啊，郝邵文，你完全保持原来的形态。也有。对，就是头发多一点。对。那我们小黎就不一样了，努力减重中，现在今年刚毕业。对呀，今年毕业了。对呀。听说你修了很多学分呢。对，就是有修外交、修外文、日文，然后公关、企划、广电，就。把自己搞得就是焦头烂额。他希望将来可以当个主持人，是不是？现在也都在接很多活动，想跟小燕姐学习。哎，我觉得他有点像寇乃馨哎。对啊，对，是不是？真的吗？就很开心哎，你很开心吗？我觉得乃馨姐也好厉害，她也是口才好。我要介绍你去跟乃馨姐学习，好不好？好啊，好，谢谢小燕姐。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好，我也会当非常积极的人。你们两个在一起，哇，打遍天下无敌手。好，哎，好，今天来这个百万小学堂试试手气，好紧张哦。不要紧张啊，你这个功课这么好，对不对？我但是功课好，通常在我们这里会吃亏。不要紧张，来，我们试。这可以当护身符。来来来，先选个小朋友。小旺好了。小明。好可爱。哎，好。加油！加油！谢谢。四年级的国语好了。四年级国语，来。好。时间题、是非题。成语如鱼得水典故中是比喻用笔之法的灵活，对还是错？对还是错？鱼得水，对还是错？来，救我！救命啊！我答差是有一点疑虑的，因为很多成语它后来的用法跟它的典故其实是两回事。典故最早的典故。对对对对，所以在于典故这个我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用法绝对不是讲用笔之灵活。好，你们都觉得是错，都是错，错。不是，
不是。好的，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是。好好的，等一下，各位，现在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最后对跟错。好人卡是可以让你选择要用他的答案，还是要用他们的答案。好烦，两个男人的对战，两人对战。如鱼得水，让杨小黎夹在两个男生之间左右为难，究竟他会选择相信谁呢？完蛋啦！我小时候的障碍就是像这种题目，压力开始大，看不懂哎，我猜不到哎，太简单了，我怕，我不要现在就懊恼。Coming soon。杨小黎在小四国语题使用好人卡参考同学的答案，陪考生小明说如鱼得水形容用笔灵活是对的，但台下的郝绍文却偏偏唱起了反调，小黎该相信谁呢？如鱼得水这感觉，这个典故应该是跟古人就是用笔的感觉有一点流畅有一点关系，所以我要相信小明。你要相信小明啊，机会就是让你要相信小明，还是要相信郝绍文？小明，安全相信你。他相信了小明。好害怕！哦，我手是冰的啦，小燕姐。小手是冰的，我再把它拿起来哈。你要选什么题目？嗯。好，我选个综合活动好了。综合活动，来。第一题，是非题。香油和麻油一样，都是用芝麻做的，对还是错？对还是错？香油和麻油都是芝麻做的，对还是错？这个，同学，你用好人卡。哎呦，就是有得用，白不用。小燕姐这边可以摆两张这样用。香油跟麻油都是芝麻做的，你不会烧菜哈？我不会烧菜，那我看到时间有限制，我就对对，保险一点。来，答案是，这一题真的很简单，都是芝麻做的。有分白芝麻跟黑芝麻，但是都是芝麻做的。再选个小朋友，小西瓜。谢谢。好，那就五年级英文来。哦，好嘎仔。选择题。英文谚语 ，Every must have his Jill。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意思。空格中应填入哪个英文名字？一 John， 二 Jack， 三 Jeff。好，因为有个谚语就是 Every 谁 must have Jill， 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意思。空格中应填上哪个英文名字？那 Jeff 是 Marty 大哥嘛？那他就还没有结婚，不要选他好了。Jeff，好烦哦。三，哎，你确定？John。三个 J， 你先选了第三，后来又选了第一，对不对 ？John， 第二 John。你有答对，哦，张信哲，年纪。因为 John 通常不会，因为 John Letter 是用在分手上，分手上面对不对？不会是 John， 不会是 John， 所以 Jack， 对，虽然是俗名，俗名就是 John 跟 John 通常会跟 Mary
在一起。还像个 Mary， 对。就像我要跟曹少文在一起的意思一样。是的。可惜可惜，哎，不过第一次来还好啦。谢谢小燕姐。谢谢。来，在你小学的时候，虽然拍戏，但是你也要记得你的小学老师吗？有哎，我有一个很好的小学老师，我还记得他叫做谢风礼老师。谢风礼老师，他开发我就是演讲啊，然后就是口语表达这一块，让我现在可以就是很会讲话。但是他教的我全忘了。不过呢，也是影响你现在想当主持人啊，或者是在这方面发展的一个老师。好，谢谢这位老师，谢谢。接下来呢，就是我看刚刚是书念得很好的杨小黎，政大毕业的，接下来是书念得不怎么样的郝邵文，但戏拍了很多，但是呢很难讲哦，那个读书有障碍的萧敬腾还达到了9题，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是现场的智慧会帮助你回答更多的题目。我们欢迎郝邵文。对不对？对。所以你跟杨小黎有没有合作过？有啊，就是大概在已经上国小的时候。上国小的时候。对对对对，大概3、4年级开始吧，我们就有合作2到3部。2年级啦，二年级，2到3部戏都是朱导演的电影。对对对对对。你那时候喜欢他还是讨厌他？那个时候跟他不熟哎。熟，我还看过你洗澡，还不熟。可是你看过人家洗澡？就是他都喜欢路边洗澡，我不看都难啊。你干嘛在路边洗澡啊？没有啊，看过他洗啊，不，看过我洗澡的又不止他一个，对不对？看过你洗澡的，大全台湾都看过，对不对？对啊。当年看过他电影，都看过他洗澡，对，什么都看过了。对，全台湾人洗澡都看过的，但就是你了哈。对啊，我觉得很想找下一个接班人。要找下一个接班人是吧？好，邵文现在拍很多的戏，其实呢，他对演戏一直有非常喜爱，对不对？嗯、好，对。所以呢，我们希望你在这个地方加油，你就希望演一个就像你这样子的角色，对不对？对、啊、也不用减肥了，嗯，对不对？对，因为就是困扰我大概今年几岁就困扰我几年了。真的吗？减肥这个问题。小的时候你也减肥吗？就是小时候只是控制而已，就比如说妈妈会说，哎，好了好了，你就够了够了，要不然到时候我现在可能不止这样子。所以你这还是要控制的。对，因为我吸收非常好。你吸收非常好。我妈妈常说我喝水都会胖。喝水都会胖。对，就哎，我也没办法，体质问题。真的哈、哦嗯，你们家有胖子吗？我们家其实我妈妈非常瘦小。妈妈非常瘦小。然后我爸爸是正常体态。正常体态。然后我天赋异禀。所以并不是啊、哦，所以其实有的人说这个肥胖其实跟家里基因有关，但有的时候也是会有。突变，对对对对。好，来来来，请上台，加油加油。好。哇，熊娃娃，熊娃娃。我要选娃娃。加油！加油！加油！其实，就是在这些题目里面啊，我最有信心的是数学。就是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因为数学它用的是所谓的逻辑，那其他一些比较记得的背的东西，像刚刚那个如鱼得水，就是要记得，我可能已经因为时隔太久忘记了，可是数学也是用逻辑可以来选出来呀、啊。就所以你要先选数学吗？对，来，很少人一开始上来就敢选数学，好，来。问答题有5张数字卡，分别为1、2、5、8、9，请排列出3位数乘以2位数乘积最大的组合。快好了。好了。最大的
组合，所以不必乘出来，对不对？只要把这个组合写出来就可以了。好，三位数跟两位数，然后没有和 ，OK 了吗 ？OK 了。是什么？952×81。排列组合的先来后到其实大有玄机，你排的数字和郝邵文的一样吗？啊，有点热，这个应该是跟小猪搞出来的。对，没错，这个不是从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电影出来的吗？我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Coming soon。什么？952×81。他还蛮聪明的，对不对？啊，真的吗？我应该脸哦，就不要有表情，然后应该是。不行啊，这样子对来宾太不公平了。真的吗？真的真的。说不定你是对的啊。我所以好人卡。我如果啊，好人卡。所以好人卡是可以选择他的答案或者你的答案。对。好不好？好。来，正确的答案，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我决定要。你决定要哪一个？相信他，相信他，啊，你确定？相信他就是，哎，相信你哦。他数学不是很好，对，来，你是哪一个？92×851。亲爱的冥想家，你算出来了吗？我有算出来，没有答案。好。选题，其实这其他八题哈，在我都觉得简单，在我眼里它都没有差别，因为它出题的那个，出题的方式都是。那我们怎么办？就随便选一个，我选乡土。乡土来。时间题、是非题，台湾俚语“红菇包咸菜”是指内有乾坤、意外之喜的意思，对还是错？快快快快！啊！安菇包咸菜。其实我现在又想了一想，是指内有乾坤意外之喜的意思，对不对？对，还不错。我这样子想的话，应该是对吧？对，你觉得是对，对不对？好。哎，不对。啊，不对。不对，因为就只有对跟错，你要怎样？因为咸菜在以前应该不是属于那种乾坤或者是喜会让人家喜的东西，那红龟以前应该不是包咸菜的，所以他说反而包咸菜，所以应该是就是可能不是有意外，哎，是负面，不是意外之喜，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是错，对不对？对，我觉得错，你觉得是错，娃娃是。浪费了一个，错。好，这题其实是没好货的意思。嗯，他就是说，昂姑包的咸菜里面，那就是没有好的东西，对不对？对，没有好东西。好，接着再请个小朋友。小二，布丁。我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想要，如果说他可以这样子这样就这样选的话，应该会蛮漂亮的，懂我意思吗？就是综合活动。哎，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觉得很蛮无聊的。五元一起综合活动来。选择题，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回锅肉，其回锅是指什么意思？一
先煮后炒；二，先炒后炸；三，先蒸后煮。回锅肉，哇，太赞了！这配饭好吃的不得了。嗯，没错。好，回锅肉，加点豆干，炒点辣椒，来。是又饿了，又饿了。看着都回锅肉的样子哈，来。依据我对这个厨艺界的了解哦，厨艺界的了解，你会烧吗？烧会一点啦，会一点，自己爱吃嘛，爱吃。对，就是，所以就很有动力去弄。对，所以呢是二不可能，二不可能。三不可能，三不可能，三不可能。那一跟二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后炒，因为它最后在盛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酱汁的。Yes, yes, yes. 对对对，所以不可能是后炸。对。所以我选择的答案是 one。爱吃。这一题给郝邵文就是送分题嘛，他自己在家会弄吃的，先煮后炒。肉如果都是瘦肉，真的就不好吃。我们俩开始做菜节目了。好，来下一题。就照我刚刚的选题的逻辑，逻辑就是国语。没错，六年级国语。国语。选择题：孔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还不如做什么？一，耕读。二，博弈。三，射御。好，这个的话，应该是一吧。耕读啊。嗯，因为二，博弈。博弈。博弈，它其实我们现在讲博弈，就可能是有点赌博嘛。可是以前的博弈，像弈，它就是在下棋的那种意思。对对对对，那下棋在以前来讲，可能也不是那种上三流的玩意儿。现在当然是很厉害啦，可是在以前并没有被那么重视。哇，真的你都知道？对，以前你去过啊？对，我看过春秋啊，看过春秋。好的，所以呢？答案是一。一。我确定。我确定。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表示你饱食了终日没什么用心的人，你不如去做耕读吗？您巧，我就是孔子，我一直在说你饱食终日，饱食终日没有用心的人。应该要做运动。你就是说啊，他说你不如你吃饱了，如果在那边闲闲没事，不如去下棋做点益智的事情。其实因为你饱食终日不用心，哪能去耕读啊？也对哈，是不是啊？不如去下棋吧。走，我们去下棋吧。你觉得你哪一个老师是你最印象深刻的？哦，其实我一二年级跟三四年级跟四五年级，一二年级跟三四年级跟五六年级的三位级任导师我都记得。都记得吗？对对，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很帮助我这样。而且有一次我在骑车的时候骑，这拖鞋怎么掉了？然后就掉在路上，我就赶快回去捡。然后结果一看到旁边有人叫我，那就是我的一二年级的班导。班导师。你骑车拖鞋掉，还看到一二年级老师，你可以在电视机前面问他们好。好，那一二年级的林香老师，然后三四年级的林佩娟老师，跟五六年级的林怡静老师，你们好，我现在也很好。对，祝你们以后都好。对，他现在会饱食终日，别有用心，还是会去耕读。对，好，谢谢老师们。谢谢。非常
像有一次他自己出片啊，或者他来做歌曲宣传的时候，他都没有来上这个节目。不过今天他来到这里，也不是因为花博的策展人，哎，他花博策展非常成功，他今天要以一个团长的身份来这里。反正每一个人来这里的时候身份都不一样，今天是非常严肃，是以台北故事剧场，对不对？团长张信哲先生。啊，燕姐，团长，团长，是是是是是，哇，这个是你要演出舞台剧吗？没有，我就是当团长。然后，这你这个阿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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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你这么久，结果你也没有演出。但是我唱了主题曲。哦，唱了主题曲。对。可是我记得在内地的时候，你有演出一个舞台剧，哎。对对对，这个台北故事剧场呢，其实我们分两个部分进行。啊。就是在台湾呢，我们这次。算是第一档戏，叫做《花季未了》。花季未了。那但是在大陆呢，其实我已经巡回了另外一个戏，叫做《露露听我说》。哎，露露听我说，对不对？对对。那露露听我说呢，在明年会回到台湾再来巡演，这样。那那时你就会演出了吗？会。哇，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张信哲呢，其实呢，从策展人到这个演出舞台剧，就是他的事业是越来越宽广。小的时候。当当，你是切蛋糕的还是旁边看人家切的？切蛋糕的是我，旁边那个小胖子是我弟弟。啊，真的吗？对，我们两个，我们家两个小孩，就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所以你是瘦的那个？对，我是像爸爸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两个现在站在一起，不说的话，没有人想过我们会是兄弟。真的吗？我也没见过他哎。他现在还是这样子。还是像圆圆的吗？对，圆圆的。哇！然后像他呢，就是自然卷，然后胖胖的。然后我呢，就是直头发。直头发，瘦瘦的。其实小的时候就看了说，你看他多羡慕你切蛋糕的样子。他也生日也有了。但是你看他就是很羡慕哥哥的样子。中山国小。啊，西罗镇中山国小。西罗镇呢？嗯。这张是你这个少年维特式的这张照片很特别吧？人家给你拍照，你问那一副这个。那个时候叛逆期啊，就不要拍我。张信哲的叛逆少年照到底是想吓谁啊？广告回来，比较一下他凶狠的模样哦。10万元没有人来拿过，不会是我的，我觉得我不可能。后面倒有我的照片。哇，这张是你这个少年维特式的作品，是不是？啊，这张照片很特别吧？那个就是，是不是？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就是那个。在家里。人家给你拍照，你问那一副这个。那个时候叛逆期啊，就不要拍我。看你不要拍了，不要拍我就。而且做出那种心中很多烦恼，维特的烦恼。没有，那个其实在摆臭脸。在摆臭脸，哇，你的臭脸也蛮臭的。对，蛮臭的。因为那时候已经会唱歌了。会啊，其实我从国小就开始参加合唱团。就参加合唱团，对对。哦，哎，这我记得你家里好像爸爸是牧师。爸爸是牧师，对。哇，很严格吗？他对我还蛮严格的，对你蛮严格的。对，所以，譬如说，像西罗是乡下嘛，然后其实我们都在田里面玩，可是呢，就是我基本上除了在水稻田里面之外，我一定会穿鞋子，一定要穿鞋。就是爸爸的教导，就是说你出门不穿鞋就是不礼貌。可是，在乡下很少小孩穿鞋。对啊，所以人家一定说，哎呀，你卡坦啊。对不对？对，所以就看他痛了才穿鞋。朋友都是赤脚在地上玩来玩去，但是我不会。你就是衣冠很整齐。我真的不穿鞋，我不会走路。不会走路了，哇，就是不是乡下小孩就对了。但是其他的部分还是乡下小孩。还是乡下小孩，对对对对，只是穿着鞋在游玩就对了。对。好，这一次呢，在这个舞台剧呢是叫做《花季未了》。哦，我记得以前刘若英演过，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是当初非常红的一个戏，那么继
在九月份开演。对，九月份开始巡回。哇，所以这个你是团长了。是。啊，团长真可怜，要负责来宣传，还得上百万小学堂，还得考试，真是很可怜呢。我真的就心甘情愿。也没有了。请大家多帮忙。请大家多帮忙，对对对。那以后他还要再来一次。露露听我唱的是对不对？对对对，还会再来一次的。好，谢谢。谢谢。来。好，其实很多舞台剧都会到我们节目来宣传。好，先选个小朋友。学我。都很想选。都很想选。来，小西瓜好。小西瓜选。对，西瓜。小时候常常去田里面偷摘西瓜，偷摘西瓜对不对？西罗西瓜很多呢哦。对呀、啊。来，先选题。好，你要先选什么？先来一个乡土好了。乡土？真的吗？乡土。选择题。妈塞妈塞。台湾俗谚中妈塞妈塞是指什么意思？一，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二，个性迷糊不拘小节；三，刚起床不清醒。没有歌词当中唱过妈塞妈塞，对不对？对。对。妈塞妈塞。妈塞妈塞。是相遇的。应该是那个一。一。一。安全力。哎，什么的？A 什么啦？那他们都会 A 的，你放心。真的吗？对，你很确定呢、啊？很确定啊！你不要因为他们 A 你就不按呢、啊。真的吗？真的、啊。真的吗？真的。哎、欸！哎、欸、哎！妈塞妈塞，就是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什么你要骂谁我要骂谁啊那那骂谁骂谁就是应该都是喝醉酒了吧应该是是不是可是哇原来他们都是害人的哦夜曲陪的歌对不对里面有人会跳吗弄不在下一题小西瓜有没有什么建议他是兵真的吗他都 OK 他好啦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数学好小西瓜数学最好对五年级数学每六小时喂一次问答题悠悠养一只宠物每隔六小时喂食一次第24次喂食时时钟的时针恰好指向七问第一次喂食时时钟的时针指向哪里好像有点简单呢啊对有点简单啊、也还好时针七大人求救啊大人求救好这边有哎有人有答案吗答案是1点钟简单的说呢简单的说他第24次喂食的时候是七点嘛对那7点减掉6小时就1点嘛对不对对然后7点加上6小时也是1点嘛所以他不管怎样就不是1点就是7点嘛那他24次的时候是7点25次1点所以他只要奇数次就是1点偶数次就是7点哦好讲嘛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没有啊就每天喂就好了算那么多干嘛爱吃味就好了 对好来再找个小朋友娃娃好了娃娃
好像没有人选过一年级的生活。嗯，好，一年级生活。时间题，选择题。经典卡通《北海小英雄》中，主角小薇想点子的方法是什么？一、摸摸鼻子；二、转转眼睛；三、吐吐舌头。是什么？摸摸鼻子，来出去。你有看过吗？有，他摸一摸，然后就会嘣，星星。可见的你看的还蛮清楚，摸一摸，嘣，星星。来，摸摸鼻子。不要说出来。来，北海小英雄小薇，对不对？摸摸鼻子，噔！你有看过吗？不是我的年代。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来，四年级的健康体育。健康体育，来。又来。时间题。选择题，标准赛事的足球场上会有几位裁判？一、三位；二、四位；三、五位。几位？正确答案是三位。这么三位而已吗？三位，一个主裁判。两个在旁边，真的哦，真的。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多人跑，对啊，对对对，其实都在跑嘛，都在跑，他就跟着跑，跑来跑去，对。三个，两个旁副的，对不对？一个主的。好，再选个小朋友。选我。小明好。小明。我也想。小明。小明刚刚很可爱。对，他刚才跟我说他妈妈照那个房间里面有我的照片，真的吗？妈妈房间里有你。好的，加油，加油哈。好，那我回去告诉你妈。对，为了你妈，你好好的答题哈。来，四年级的艺术人文。四年级的艺术人文，来。选择题，民谣《兰花草》歌词中。提到把兰花种在哪里？一小园，二花园，三庭园。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太高了啦！太高了啦！唱不上去。太高了啦！老师低一点。老师低一点。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小园，小园，我一直以为是种在校园里。小圆，耶！我刚还在很担心说，怎么没有答案呢？是不是种在校园里呢？啊，来来来，接下来，一万二了，一万二了，不错哦。五年级的社会，五年级的社会，来。选择题，高雄旗津海产丰富，有旗津海鲜三宝之称的是螃蟹、小馆，还有哪一样？一、蛤蜊；二、龙虾；三、乌鱼子。蛤蜊呀，你是现在念蛤蜊还蛤蜊？蛤蜊呀，蛤蜊呀。啊，你好爱吃蛤蜊哦。好，是蛤蜊、龙虾、乌鱼。你不知道，我海鲜过敏，我完全不吃海鲜的。你看，少吃一样东西，少会答一个题目。答案你们知道吗？龙
是隔离吧？隔离。好，少文，我也觉得隔离。你也觉得是隔离，把你们隔离在外。好，正确的答案是。台湾名产乌鱼子。耶！厉害厉害厉害！嗯，六年级的国语好了。厉害，六年级的国语。问答题：著名诗句“每逢佳节倍思亲”出自哪位诗人的作品？中秋节快到，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每次都会在报纸上看到，不管在卖什么饼、卖粽子、卖月饼，都会用这句话。出自哪一位诗人的作品？王维。王维吗？确定吗？哎，每逢佳节倍思亲。杜甫好。杜甫好了。杜甫吗？确定吗？难道会是李白吗？不会吧！明天是情人节，大后天是父亲节，而哪位诗人在重阳节用这句话思念亲人呢？我数学很烂很烂。你不吃奇异果？因为奇异果会咬我。哈哈，哎，那很大声哎。姐姐真的有怕哦。多拉美美是谁啊？海绵宝宝的事情，不要。难道会是李白吗？不会吧。李白吗？王维。李白吗？不是李白，不是。确定吗？王维，我还是坚持原来的答案。原来的答案，确定吗？王维吗？确定吗？按确定。你是知道的，印象中很像是，但是我不确定。不确定。对。你知道是什么吗？嘴巴张这么大，你觉得不是王维对不对？王维啊，王维啊。王维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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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四位。这个属于东城卫的哈，终极三国不知道，绝对不是刘备就对了。好，王维。哎，很厉害耶，这题很难呢，每个人都猜杜甫啊。这个王维呢，在17岁的时候就写了这一首诗。这么小啊？这么小，对。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像李白这些，他们被以前被流放的时候，可能会写这样的诗。没有，他是在17岁的时候，因为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人，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忆山东兄弟》。那青春期是10岁。每逢佳节，倍思亲。来了，送好活动，还是自然与生活科技。36000，36000。很厉害了，你要挑战100000元了啊！综合活动，好，综合活动好了。问答题：经典卡通《哆啦 A 梦》，他的妹妹哆啦美尾巴是什么形状？它没有尾巴。
谁会管他？谁会管他有什么，对不对？对。告诉张信哲先生，这位团长多啊，美的尾巴是什么？看吧，看吧，看吧，是什么？是尾巴啊，是尾巴。我一直以为他带了一朵花之类的。没有，是他的尾巴。多可爱。好，小明，他的那个时光机是一朵郁金香的形状，所以他的东西都是跟花有关，所以跟他的东西都跟花。那这个有没有作用？没有，他开关，就是开关吗？对，哆啦 A 梦也是用这个开关。你说吧，他没有尾巴，他的开关怎么办？我怎么就是干嘛不问我？干嘛不问我海绵宝宝的事情啊？我哆啦 A 梦。哦，这就是他的开关是吧？咻咻咻！哦，很厉害哦。好，这就是哆啦美。来，我们看看奖金，哇，18000元。主要就是告诉大家，9月份对不对？对，9月1号开始。9月1号开始，花季未了，在哪里演？在以前的社交馆，就现在的城市舞台。城市舞台就在我们对面。嗯、对，就在我们对面。好，就会有精彩的演出，谢谢。最近呢，很多人都在看他的戏啊，就是《最后决定爱上你》，对不对？好，那么他另外还有个新戏，在礼拜4晚上10点也要在播出。最近其实他又有戏又有歌曲，是非常的红，每个人都仰望他，杨丞琳。正式版的是比较大的，照片也很多，照片也很多，对，哇哇，腿踢好高哦，踢好高。这一次其实仰望你有全程的签唱，对不对？对。那今天你看到我们的组合很奇怪吧？奇怪为什么？就是啊，两个都是童星哦，是前辈跟晚辈，前辈跟晚辈，你们两个算前辈吧？是前辈啊，对不对？童星前辈啊，没有啊，哎，他们前辈是我啦，对不对？当前辈不错啊，哎，前辈这样子，这个是晚辈的人，你认得吗？东城认得，是那个大东的好朋友，王东城的好朋友，对，他们是一起玩团的，一起玩团的，东城卫，对不对？对，哇，你看呀，被他们讲到，四个人的表情都很奇怪，被美女讲到的表情。有的是很有一个就是浑水，你说右前方这个人，那个灯很木然的脸，很木然的脸，你是不喜欢被人家认出来还是？也不会啊，不会啊。杨丞琳真的很漂亮，对不对？对，太漂亮，不好意思。太漂亮，对不对？你有见过？你有常看到她吗？就我之前就是跟大东，他跟大东拍戏嘛，对，然后我会去看他们的那个电视。对，收看。哦，你在跟大的话，你会到现场去看吗？哎，没有哎。你是在电视机前看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电视机前面看。他说的好像是大东，感觉认识我，对不对？哎，感觉让他也到片场去看这样子。海派甜心他最喜欢看。可是他们刚刚有跟我说也有看台式的，对不对？最后决定爱上你。对，最后决定。我就说你们看得懂吗？他们说，为什么看不懂？因为那是喝醉以后的事情。我想说喝醉对他们来说有点早熟。对，都看得懂是不是？能看。娃娃最常问人家的问题是说，你觉得你希望你将来是剖腹生还是自然？真的假的？哇塞，你太早熟了吧？他不是早熟，他只是想知道未来你是希望剖腹生还是自然生。哦，这个好问题哦。这是好问题，对不对？我
我不知道哎，各有好好坏，对不对？对，各有好坏。因为我是自然生，自然就是生完以后就还可以下床走动，马上就可以下床。马上就可以下，而且没有疤痕，对不对？没有疤痕，但是会痛到一个炸开。对，一定要痛才会有声啊！我目前选。杨丞琳的惊人言论吓死现场所有人了，她究竟要不要生，还是想要怎么生呢？我觉得很陷阱哎。张孝全是跟蔡依林随便送做堆吗？你希望他决定爱上谁呢？宋杰先，确定你知道答案吧？他让我失望哦。啊！我不跟宋杰修在一起。为了你，我改变我的结局。Coming soon。未来，你是希望剖腹生还是自然生？哦，这个好问题哦。这是好问题，对不对？我目前选自然产。选自然产，目前是这么。人家一定想不到我们节目里头谈到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到我居然要面对这个问题。这都是因为娃娃的。现在小朋友的问题就是很多你想不到，他们会很在意的问题。嗯，真的想不到。真想不到。那你海派甜心看的是什么呢？你会跳他的舞是不是？会，我会跳达浪舞，真的。你来跳给我看看、啊。跳给我看，我都忘记了。你他都忘记嘞，你来跳给我看看。一、二、三，达浪。专心看，对不对？每天坐在电视前面。演这个戏跳这个舞也蛮好笑的。嗯，那个都是应该是跟小猪搞出来的。对，没错。无聊的人就会做一些无聊的动作。对，是他编的，没错。是他编的，对不对？看着但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不过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其实他这一张专辑非常好听。来。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仰望风能带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听完，脸庞发烫眼眶抵抗，不肯让你离开，丢下我流浪，仰望你把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不让爱逃亡，不让心躲藏，让我坚强。谢谢。哇，非常好听。哎，他们为什么叫你妈咪呀？因为他们有几次接机啊，然后都骑摩托车，我超不开心的。然后他们还跟我顶嘴说，我爸妈都同意了，这样。我就说在外面，我才是你妈妈，我才是那个监护人。监护人，对不对？所以他希望你们去接他的时候要很安全，对，对不对？搭交通工具就好，不要骑摩托车，对，会危险，会危险。哦，妈咪跟阿妈都说话了，好，来。加油！现在来，
选的小朋友？熊娃。好好，谢谢娃娃。好了，娃娃，加油！祝你拿到10万元。谢谢，小心。好，好可爱。你有近视眼吗？没有，有啦，就有戴隐形眼镜。有戴隐形眼镜。我还是只敢选一年级耶。之前一年级啊。一年级生活。OK 了，一年级来。时间题。时间。卡通哆啦 A 梦里常使用的道具任意门是什么颜色？一桃红色，二咖啡色，三亮红色。桃色一。张信哲。哆啦 A 梦常使用道具任意门是什么颜色？请问海绵宝宝的事情，不要误会。你只能海绵宝宝，不能哆啦 A 梦，是不是？完全不熟。答对哦，北海小英雄可以，对不对？桃红色。好，来，他的任意门，哇，这任意门这么粉红啊！其实我唱过一首歌叫《任意门》。对呀、啊，然后 MV 里面就都是桃红色的门，都是桃红色的。你喜欢桃红色吗？我其实喜欢黑色。你喜欢黑色？对，但是呢，桃红色是很多小明。它的任意门上面也可以装一种可以调时间的机器。哇，小明你好认真，你好像在讲一件真的事情。对，卡通对人家的影响是多少？刚刚啊，张信哲本来可以拿10万了。就为了多拉美的尾巴，多拉美的是谁啊？哆啦A梦妹妹呀，她不是叫小叮铃吗？她改名字了是不是？她有很多种名，她有很多种正式的名称叫多拉美，多拉美什么？汉堡，它是黄色的吗？对，黄色的。多拉美的尾巴是什么？黄色、白色，什么形状？是什么？形状？圆形。好了，张信哲算你赢了。他说他没有尾巴。真的不会注意到他有尾巴哎。他有尾巴，而且尾巴是开关。对不对？是不是布丁？我知道，因为在那个我有想到了，曾经新闻有说那个画家在过世前，他有个心愿，希望全世界都用统一的名字，对，所以我们要尊重他，现在叫他多拉美。多拉美，尾巴有一朵花。好，来，再开始。好了，二年级，二年级综合活动。选择题：哪一种水果因营养价值极高又养颜美容而有美容果之称？一、樱桃；二、番茄；三、奇异果。好，这种水果营养价值很高，又可以美容、养颜美容了。那我觉得很陷阱哎，很陷阱。对，我们题目都很陷阱，很陷阱。当然。因为一般会觉得是奇异果啊，因为奇异果的维他命 C 含量最高。可是因为我不吃奇异果的。你不吃奇异果？因为奇异果会咬我。奇异果会咬你？奇异果会咬人啊。奇异果会咬人？舌头是不是会刺刺的？不会啊。不会。菠萝才会咬人呢，凤梨大咬人。我都这两个都咬过我。但是都咬过你，凤梨我后来有敢吃，可是奇异果到现在都突破不了，所以我没有吃过奇异果养颜呢。没有吃过奇异果养颜，那你有吃过什么呢？樱桃、番茄都觉得不错。樱桃、番茄，我选樱桃，确定吗？没得很大声呢。姐姐真的有怕哦，樱桃好了又补血，补血，樱桃补血，耶！其实真的有点，谢谢娃娃，好，
接下来再找一位小朋友。收看最后决定爱上，谢谢。那你就要决定，你希望他决定爱上谁呢？应该是宋杰修吧。你确定吗？他不是有很多人会爱？要不然会是那个变态执行长吗？他真的很认真的看的，他真的很认真的看。对，那你希望他跟谁呢？宋杰修。你不要讲戏里名字，讲他真的名字。张小姐。张小姐。张小姐票数高一点，嗯，哎，可怜的小鬼。好，来，我选社会好不好？就这样选上去。社会哦，社会，好，选社会。社会。选择题：小林搭飞机前往日本，哪样东西他可以随身携带？一打火机，二瑞士刀。三棒球棒，这题目会不会太奇怪？感觉很简单，可是我又很怕哎。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你们确定吗？啊？我心中有答案，但是我……你心中有答案？但是我现在就用卡，会不会太过分？不会，每一个人都比你早用。用好人卡好了，好人卡。我来问，张信哲经常出国，你觉得刚刚那个是什么可以带？棒球棒。棒球棒，我也觉得是棒球棒哎。你也觉得是棒球棒？对。郝孝文好像不行。棒球棒，你们觉得是棒球棒可以带？对。随身携带棒球棒。也许是球虽然它大了一点，但是它没有立即的攻击性，比如说刀。没有立即的攻击性，砰砰砰！我告诉你，他指甲刀都不让你带。指甲刀会，我能拿指甲刀干嘛？可是其他两样更危险啊。记得在橱窗里，好像前面两样都有放那种不可以带上去的东西。确定你知道答案吧？你确定吗？嗯。不要让我失望哦。啊！我不跟宋杰修在一起哦。为了你，我改变我的结局。他的答案是。太出乎意料，我怕，我不要现在就懊恼。虾米，打火机真的可以随身携带上飞机？布丁真的会让他最爱的陈琳姐姐 say goodbye 吗？ Coming soon。 他的答案是，太出乎意料，我怕，我不要现在就懊恼。打火机，你的好人卡是可以选他的答案，还是别人的答案？是打火机吗？我要相信你吗？都可以。好，我既然选你了，我就要相信你。选你就相信他。确定了，按确定。是吗？有点热。我选了。你确定吗？布丁。打火机。你有没有出过国？有。你有带打火机吗？你当然没有。打火机？依据民用航空法以及国际规范，旅客是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普通的打火机或者是一盒火柴上飞机，但是不可以放在行李里面哦。那至于说雪茄或者是蓝焰的防风打火机，绝对禁止上机，不管是随身，不管是放在行李里面。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打火机。打火机只能带一个。你整个是海关的脸呢，而且他已经在找胡子。打火机，
好，这一题真的让我们学到了。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三年级艺术与人文选择题。相传阻挡牛郎和织女见面的银河是王母娘娘用什么变成的？一丝绸，二耳环，三发簪。哎，本来牛郎跟织女是没有办法见面的，后来他们觉得他很可怜，终于让他们一年见一次面，也是很可怜，也是很可怜。不用赌的，你用赌的。因为啊，因为在古时候，发簪其实是比较具一个代表的东西，嗯，比丝绸还有耳环，就是所有的饰品里面，而且最好拿下来，对不对？耳环还有，对，丝绸也不会随时，对，好，丝绸的话要剪一下，这样，好，发簪吗？确定吗？确定，发簪，发簪，耶！张信哲，你应该知道这是发簪吧？对不对？收藏古物的，你一定有，你有没有收藏到很多漂亮的发簪？有一些，有一些，对不对？我看过他收藏的东西，好漂亮。来，接下来这群的小朋友，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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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好，来，你好，健康体育，压力开始大了，五年级英文好了，五年级英文，太难了吧？问答题，英文谚语中 close don't the man。是人不可貌相的意思，空格中应填入哪个英文单字 ？Close don't judge the man， 还是 Close don't 什么 man？ 是人不可貌相的意思，空格中应填入哪个英文单字？哦，没有选的哈，很难哦。是，居然给我填空题，好样的。就是立刻就是你知道吗？同学卡就要来了。刚刚还小林有一个悲惨的事情，就三个 J， 对不对？对，他觉得英文最好，这个人都是在这儿的命。我记得我上一次是败在英文，你是败在英文，因为我英文不错，但是我以为我答对了，我就不用卡，结果就我也没有用卡，不行。这里答的错，你知道这一题是什么吗？我知道另外一个是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很像 judge， 对，可是是 judge 一样的吗？好，你刚刚跟他讲的一样，应该都不是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 man。人不可貌相，也就是说衣服没有办法呈现你这个人。Don't make。Make。Yes。谢谢小明。谢谢。我们来选个自然吧。自然，你生活科学吧，来六年级是不是？小明你要这样对我，那么快就六年级，就毕业了。哎呦，叶子，你们要再打瞌睡了。哥哥在干嘛？很痛哎！你不怕好震荡哦？哎呦，我在练铁头功啦。可是你的头肿起来了哎！还不是因为你碰到我破功了啦。选择题：为什么啄木鸟每天不停啄木头，却不会脑震荡？一，只会啄已经腐朽的木头；二，头壳周围长满臂震肌肉。三，力道不足以造成脑震荡。
好，所以我们两位就每天不停的啄木头，很有意思啊。因为以前都讲啄木鸟，啄木鸟，真的后来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啄木鸟，它的头真的好好笑，讲动很快，动很快，那个还有头很昏的样子。但是为什么它这样啄不会脑震荡呢？因为它这样子啄的时候，其实是有力量，力量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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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为什么它不会脑震荡？我觉得这一定是跟它先天的能力有关，而不是后天造成的。像一跟三，感觉是后天只会啄已经腐朽的木头，或者说如果你技术不好才会脑震荡，我觉得不可能，一定是跟先天有关。没有看到啄木鸟中风的哈。所以二确定。刚刚有个小朋友讲很大声的，头壳周围长满了背阵肌肉。啄木鸟的大脑周围有一层包含液体的海绵状骨骼，可以减轻撞击力。此外，在头壳的周围也包覆着具有减震作用的肌肉。有了这些特殊的骨骼和肌肉构造，才能保护啄木鸟的大脑长期承受巨大的撞击力量而不会震坏。所以这题的答案是头壳周围长满避震肌肉。再选一个小朋友。熊啊小西瓜，小西瓜。选，既然小西瓜出现了，我先选。好好，我先选四年级好了。我本来想先来一个数学，我最弱的。你可以选数学啊。真的哦。对呀。就要把卡用掉吗？先四年级。四年级好。选择题是吗？卫生署规定，全麦吐司、全麦面粉必须在多少百分比以上？对，一31%，二51%，三71%。前一阵子新闻还有登过，就是全麦吐司必须要是全麦面粉在多少以上，你才可以说是全麦吐司，要不然就是假的全麦吐司。我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浪费在这里。好，我要问张信哲多少？三吧。71%。哇，你要求很高哎。正确答案是一半以上，51%。数学怎么办呢？国语先，国语先，国语先，国语先。五年级国语，来。选择题，我们常用“乱点鸳鸯谱”形容胡乱帮人送作堆，其典故中是谁乱点鸳鸯谱？一官员，二媒婆，三皇帝。好，是媒体，是媒体，媒体，媒体也很爱。你打媒体，我们算对了。媒体也很爱乱点鸳鸯谱，但是古早以前乱点鸳鸯谱是谁？其典故是什么人？把什么人说？哎呀，原来张孝全是跟蔡依林啊？哎，原来不是啊。全是跟谁呢？哦，原来小鬼是跟哦，哎呀，不是啊，乱点哦，乱点，皇帝应该不会这样乱点啦。皇帝不行，去掉他，皇帝不行，去掉。媒婆的话，是会随便送作堆吗？鸳鸯谱，感
觉得官员会来这种。官员？嗯，以前你知道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什么政治什么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乱来啊，害人家什么的，是不是？害人家。害人家。好，我就把郝邵文娶了杨小姐。谢了哈。好，你确定是官员吗？啊，删除法啦，删除法。官员。耶！其实你如果知道有一些戏的话，就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对不对？乔太守就是一个官员，对，这个典故就是来自那里。留下数学题怎么办呢？完蛋啦！好，希望这数学题是一加一等于。啊，我好怕哦。好，有选择，第一次有选择的。选择题。对。马路长1600公尺，想在路的两旁种树82棵，树和树间的距离要相等，且两端都要种，求两树间的间隔有多长？一。20公尺，二40公尺，这太简单了。三80公尺，这很简单哦，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哦。我看不懂哎，我真的看不懂。这已经有暗示、明示都在里面哦。20、40、80。啊，等一下啦，我数学很烂很烂。猜都猜得到哦，我猜不到，太简单哦，猜不到哎，猜不到。啊，我很怕数学。来，猜一个，不是一就是二，五就是三。好，二啦，二啦，二，二，确定。我完蛋啦，我数学真的很差，真的我看不懂。你们为什么要笑？因为太好笑吗？啊，太厉害了吗？你还可以解释给我听吗？我真的不会。你真的不会啊？我真的看不懂。我小时候的障碍就是像这种题目。小时候的障碍就像这种题目。嗯，我就是那种文科很好的，数科很差。对，数理啊那些。对，但是这真的很简单哎。快教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四十。答对了还要人家教，因为他路的两旁总共82棵，所以一边就只有41棵。然后因为他头尾都算，所以他间隔就像，假如说这是一条路嘛，他头尾都种，所以其实只有4个间隔，所以要减一。是哦，所以41减1=40，然后1600再除以40就是40公尺。哦，怪不得我想说为什么都是零啊，因为我也是想除完也是有个一什么的。谢谢，谢谢。我跟你讲，10万元没有人来拿过。不会是我的，我觉得我不可能。那万一你拿到了怎么样呢？你要怎么样？就是这节目以后后面都要有我的照片。我还以为说他请我们大家吃饭呢，什么？这节目都要摆你的照片。好的，只要你答对。各位，请不要讲哦。有关系。10万元的题目，请不要说哦，因为我一定要放他的照片哦。题目是。问答题。什么东西？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自宋代哪位诗人的作品？我相信一定有一个男的跟你说过，如果我们两个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个你去拍戏我也去拍戏就没有关系的，这个你去唱歌，我去唱歌也是没有关系的。
两情若是长久时，那我更紧张。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个不是从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电影出来的吗？真的啊，真的吗？周星驰他那时候被打冰激凌手，那你就算是周星驰啊。哦，不能啊。我本来想说那就唐伯虎啦，但是唐伯虎算是比较算画家对不对？比较是画有名嘛？比较是画有名，他也算诗人吗？也算诗人吗？我除了唐伯虎，我回答不出别人来。我要不要挂他的照片呢？我会不会一直要挂他照片？我想不到别人呢，因为这真的是你就按说。好了，不能挂，没关系。反正人家不是说这个，就是说李白跟杜甫，你就选一个。那个《仰望》的专辑已经发行了。啊，唐伯虎啦，没关系，确定了。唐伯虎。你们都知道，哎，等一下，这边有一个小男生，很壮的。啊，你也知道秦观的？来来来，巧哥，我给你。谁？好，是哪一位？大声讲。秦观。张信哲应该知道了，对不对？唐伯虎是明代的人，不是宋代的。唐伯虎是明代的人。早说嘛，他不是宋代，只是电影里面有而已。对，只是电影里面有而已。哎，秦观是苏东坡的妹婿，他妹妹嫁给秦观，所以秦观是对的苏东坡的苏小妹说的这些话，对不对？好厉害啊！来，张万年，恭喜。还蛮早就 out 的，对，所以呢越来越厉害，今年一定一切都很好，谢谢。对，好，那我们就继续支持他的仰望专辑，谢谢。哇，今天最后一题，如果是张信哲的话，10万元就拿到了，对不对？对啊，而且他叫秦观，这个情人节希望大家秦观好好过哈，不要秦观难过哈，没情人大家就是情人。好，祝大家身体健康，情人节快乐。来，百万小学堂。